城银白世界，赏雪民众嗨翻天。看到阳明山下雪，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超嗨的，堆雪人、滑雪、打雪仗，大家玩得不亦乐乎。阳明山从前天开始下雪，到昨天已成为银白世界，真是美不胜收。不少民众天还没亮就来，这边离平等国小只有100多公尺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右手边，哇，这个山上你看，全部都是厚厚的一层雪哦，你看身上通通是积雪，立刻呢就可以堆出一个小雪人。苹果记者骑单车上山时，发现有不少人骑机车或单车上来追雪，哇，现在雪很大嘞，你们现在要做什么？现在要做什么？骑好骑马。要做什么？骑好骑马。你为什么会想上来这边呢？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雪，都说再来也值得。第一次看到雪吗？嗯，是哦。好不好玩？好玩。会不会冷？不会。冷新闻太美了，报道。